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啊切！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那是因为我关心。Es rappelt im Karton. Es rappelt im Karton. Es rappelt im Karton. 元气满满，每一天都有活力，做真实的自己，最亮的那颗星。元气满满，每一天都不水腻，做最爱的自己，你一定也可以。元气满满，元气满。大家好，我是冯提莫，快来上抖音跟我一起隔空打雪仗吧！12月31日19点，锁定北京卫视环球跨年冰雪盛典，我们一起跨年哟！每天起床第一句，我怎么这么好看？怎么好看？怎么办？我怎么这么好？Everybody make some